57岁资深演员许杰辉先前遭指控要求学生在表演课上练习集体做爱的配音，事后发文道歉。岂料女星黄云馨昨14日控诉10年前曾遭他要求巧克力夹乳沟，私下缴交性感作业，文中他还感谢好友小贤当时出面救他。随后小贤也在贴文下方心疼发声，证实你好勇敢，好心疼你当时承受的压力和恐惧，希望未来的孩子们在职场上不要有这些遭遇。对此许杰辉回应，如果真的造成有人的不舒服与困扰，他诚恳道歉，也请他们可以循正常法律途径提告，或许会还他们公道。随后当年参加过同部舞台剧的短金胡心怡15日凌晨也写下10年前遭遇，坦言此伤痛藏在心里很深，许导演当年在表演课后告诉我有一个机会可以成为荧幕背板的女主角，他说人选还没有定案，他希望给我一个机会。怎料短金以为是镜，当下被带去小房间时竟然被摸胸，让短金探只能让导演得逞了。而许杰辉目前正在拍摄《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第二季，对此婆婆制作人陈慧琳表示当然有影响，明天先停拍，接下来就是后面几天把辉哥的表先拿掉，我先拍别的，大概是这样状态。性骚扰风波连环爆，许杰辉今15日稍早在脸书发文表示，本人即日起退出演艺事业，停止所有公开活动，深自反省，诚心道歉，引发震撼。对此黄云馨仅冷回无话可说，过去许杰辉曾是吴宗宪宪宪家族旗下成员，对此吴宗宪表示难过，心情必是相当心痛。再进一步询问吴宗宪许杰辉有没有东山再起可能，吴宗宪则陷入长考，并未再多说什么，最后仅表示爱真的是一言难尽。而和许杰辉一起出演《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的钟欣凌也用八字回应，勇敢面对，勇敢承担。而现在许杰辉退出演艺圈，《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第二季角色势必要换人，对此制作人陈慧琳也回应会和公事商量再决定。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伦，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